大家好，我是阿萨。众所周知，我有一根尾巴，但却有很多人不知道它到底是个啥。虽然一般而言它是个配饰，但实际上它的功能相当广泛，厨具、玩具、武具，还有刑具。只不过因为它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偶尔也有点麻烦。总的来说它还是非常好用的。好，那么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尾巴的使用经验。首先请大家把尾巴拿出来。我忘了，你没有尾巴。